中医药是香港浸会大学其中一个重要的学术范畴。中医药防治新冠病毒的成效亦都得到临床的验证。所以我在短时间里面组织了一支抗疫的医疗团队，亦都制定了临床治疗的方案和药方，希望尽力帮助有急切需要的病人，舒缓医疗系统的压力。我们在二月中推出网上义诊服务，针对为何安排入院而在社区接受隔离没有危急病情的新冠病毒患者，同时为他们的照顾者及密切接触者提供预防及治疗方面的资源。浸大中医师会以四项方法为病人诊症，详细了解他们的临床病症和体质情况，再开处方，然后提供配药服务，诊金药费和速递费全免。大学也特别设立了浸大中医抗疫医疗队，集中处理有关预约应诊和送药的具体安排。同时间，浸大的社工系亦都会为安老院舍的长者和照顾者提供情绪的辅导，照顾他们的心理健康。